久也唔知影，过年前讲啊，无一定会当互咱通车。咱真正是艰苦到袂晓讲伊。老母来咱带哦，大家一定要有这歹看就对啦吼。他只是我开车，我靠，大家做我话吼。中华公路的历史搁遮来，从来唔捌讲像即马即两届遮严重。顶届梅子台风的时阵已经20天啊，哦，即届已经33天啊。甚至若照因的讲法，过年前也无一定要还通车。啊，即个安尼来讲的时阵，你甲想讲遮水泥厂、石矿业，啊，遮化工厂，哦，咱整个所有地区遮，即个产业，每一间工厂的话，你甲想到，哪有可能有人有法度挡？所以讲，两个半月拢无原料通啊来加工，即拢爱停摆啊嘛。啊，一间工厂几啊十个员工，过包括中油、下油，即个其他食品业，阮这是拢进原料过来，伫只加工了，供应咱中南部的各种的工厂，即是一个上游一个产业。你安尼落，咱规个台湾的经济拢受影响啊。你今日公路总局，你爱还一个交代，讲到底你是要安怎？这个咁这么困难的代志，你上起码你爱还知影者，讲到底即卖是干什么程度？拢我爱敢讲，就是讲无度就对。啊，有的就是枪枪，有的伊袂当伊合约，袂当伊人外国迄种合约的时，伊变作讲伊甲枪枪配合，甲化工厂、甲矿业，大家落去配合，坐台湾坐一日，增加成本一栋价，佣金变650。啊，一栋650，你再连普通的物件，一工拢几啊千栋，你有？即枪枪未动，所以讲你公路总局你爱跟上嘛，政府你一定爱出面来了解，看到底即个产业即卖冲到什么程度，爱替阮出办法，啊，无即个百姓无在生活啦。